姐。冷清风，二姐，林队长，快跟我们冲出去！快，呀，冲出去！不能让他们跑了！道格拉斯先生，蓝梦小姐，你还好吗？啊，我很好，可你负了伤。这没什么，道格拉斯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把你救出去的。不用尽快，日本鬼子不会杀我的。为什么？我有护身符。护身符？你是说密码本吗？对，我把它藏到一个人和人一找不到的地方，日本鬼子为了得到它，是不会杀我的。丢掉，哥哥，回去吧。道格拉斯先生，你是怎么被日本鬼子抓住的？这件事说起来非常奇怪。奇怪？我这次行动是非常秘密的，街头几件就更没人知道了。可是我刚到那里，就被埋伏的日本鬼子抓住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？两种可能。一，是有人出卖了我。再就是，我们的队伍里有内奸。内奸？在肉体上消灭他，更重要的是，在精神上彻底打垮他。鬼子乱套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管他呢，越乱越好。怎么？怎么能浑水摸鱼啊？走。
姐，你姐夫，这枪声好像是冲着咱这儿越来越近了。这可怎么是个好啊？什么怎么好啊？肯定是中共游击队来抢人了。这回你肯对了，他们是来抢人的。那我这样，你带着人到门口守着去。别让他们进来！哎，我，三姐，我没有子弹了，我也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但命令埋伏的人冲上去包围他们，抓活的绝对不许伤了我的战马。嘿，三姐，咱们被包围了，来吧，让他们都来吧。咱们还撤吧？撤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撤。你想吃了我矿泉跟小鬼子拼？踏碎小鬼子的人头，快走！